早，Hello，Hello，婷哥，是不是又没有洗头了？对 ，Hello，草莓风暴。Hello，Rock，Hello，神威，Hello，龙龙。我今天讲话会比较小声一点点。太冷了，最近，真的真的很冷。不是我昨天好像不知道吃了什么，然后今天早上急性肠胃炎啊，乱吃东西，我就肠胃炎了。我现在有点没有力气讲话。Hello，香葵，怎么了？玲玲保护队，还好还好，听歌。还好还好，但是我有一点，对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实在是太痛苦了。我今天只吃了白吐司，我真的，我不是拉肚子那种，我是一直就是会一直吐，因为我今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就忽然之间有点想吐，然后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我这么想吐？然后我就觉得，是怎么了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途中观波。我现在好很多了。我后来有把那个可能不舒服的东西吐掉之后，我好像就有好一点了。今天早点说不会休息吧。可是因为我本来有想说，还是我今天干脆就是先请假，先不要播。可是因为我后来就又好一点点了。最好全部吐出来。可是我觉得我好像，因为我昨天晚上就不舒服了，然后我今天早上才要把它吐掉一点，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吐掉那么多，就吐的那么完全，就没有吐得很干净，所以我就想说，还是有点不是很舒服。好了，我想说我好一点了啊，可以讲话了。Hello 汉，Hello Tomo，我想说没什么，没这么。伤吧，好，我今天到10点。Hello，DJ One，听歌，飞宝宝。Hello，俊翰。Hello，宇真，凯泰。Hello，俊翰。Hello，Kevin。Hello，卡丘。没关系，我今天还是还好的。Hello，史密斯。Hello，听歌。Hello，天天。Hello，树宝宝。Hello，南野秀一。Hello，Ricky。Hello，Funplay。Hello，L。Hello，马哥。看你人不舒服就不找宵夜，照 take 我了，可以啦，席恩还是可以 take 我，只是我很痛苦，我今天看了一大堆的食物都不能吃，我实在是很痛苦。Hello，俊翰，史密斯，Hello，彤彤，一脸狼狈，你是啥去了？我去吐去了，还好祖祖身体没有那么弱，我有去看医生了，问他说是不是肠胃型感冒，然后是不是那个诺罗病毒，他说不是，就是肠胃炎，我就是吃坏东西。Hello，树宝宝，刘星，Hello，钟，好久不见，你已经 Hello 我4次了。Hello，抖 M，谢谢季风亮的票票。晚安，彤彤，怎么了？你又肠胃炎了？对啊，我肠胃炎。Hello，一子，Hello，熊掌，晚安，Ricky，不要硬撑，还好。那你是不是？对，我今天会比较早，我今天10点会关播。你怎么好虚弱？医生帅吗？哦，他戴了口罩，戴了眼镜，戴了很多的，就是防护的东西。我实在是看不太出来他长什么样。没有，我是吃便利商店的便当，因为我小时候很快，比较快，就我吃完然后我在猜，我不确定到底是吃了，因为我昨天吃蛮多东西的，我真的不确定是因为我吃了便利商店，还是因为我吃了摩斯汉堡，还是因为我吃了星巴克的那个焗烤面，还是我是吃了控肉饭导致的。祖祖往后最好不要乱吃，我是吃我自己的呢。Hello，明杰。
身体不是辛苦了，那怎么办？我正好在吃自己烤的鸡翅。你好坏哦，马哥。Hello， 一晨。肠胃炎对吃货真的很痛，你知道我今天进便利商店，我差点把便利商店全部都买回家吃。怎么了？我肠胃炎，有我去给医生看，我没有，我不是看医生啦。星巴克有焗烤面药，三大品牌说你不要乱说，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应该是吃太多，真的吗？是吃太多的关系吗 ？Hello， 妈妈，谢谢 Ricky 的守护神，食谱的守护灵。Hello， 索隆，食物摄取太复杂搞坏肚子是这样子吗？我决定这星期食物恐怖攻击暂停一周，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会哭。Hello， 沙优 ，Hello， 西兰，太爱吃所以生病了。对啊，应该是吃太多，真的、哦，我就吃太多就肠胃炎。Hello， Monkey，Hello， 自伟 ，Hello， 沙鲁，你现在还在生病吗？对啊，我今天早上吐，刚吐完。本来想安慰你，原来是吃太多，那就算你活该。哎呦，你不要害我会笑是吗？我等一下，哎呦天哪，有时候也会突然肠胃炎，应该就是吃太多，应该就是吃乱吃。谢谢368追踪 ，Hello 中勋，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，身体跟我抗议了，乱吃太多了。Hello 立神 ，Hello 朱里恩，再加上我昨天。好猫咪嘛，我今天好黄哦，因为今天穿太深了。对啊，我现在只能吃白吐司，真的偶像哦。丐帮帮主，这是丐帮长老了嘛？对，我现在没有办法，巨大黑历史，真的稀烂。Hello Only，Hello Ban， 直播中出来会被 ban 吗？真的吗？我会被 ban 吗？领域保护队，谢谢朱里恩。Hello 大福哥。这样会变成神直播。Hello， 建国，真的，我没有拉肚子，我就是吐，一直吐。谢谢建国的雨衣。Hello， 李连杰，不然会被 ban。好，我会忍住不吐。好心疼你哦，还好，我现在好很多了。我现在，但是我还是很想跟大家分享。你知道我今天真的就是把这一整袋整条的吐司吃完。我真的超饿的，可是我就是很怕我一次吃太多，我会就直接吐出来，你知道吗 ？Hello， 帝君 ，Hello， 整系男子，谢谢新奇宝宝。如果真的不舒服的话，就赶快去吐。好，还是我应该要带一个塑胶袋在旁边让我吐。有，我有准备塑胶袋，如果等一下有什么问题，我就直接在里面。没有，大家不要担心。我刚刚在开播之前，我已经先吃了一包胃乳了，谢谢玉安的滋补守护灵。对啊，整条吐，一直吐是，好可怕哦！史密斯不要这样子，这个我圣母玛利亚了我。对，我只能乖乖吃吐司，超痛苦的，因为吃太多，我很饿，我超饿的，吐不能吐司，什么吐不能吐司是什么意思？主主要吐的时候我会自动马赛克，应该没关系。嗯，我会吐彩虹。Hello Jeff， 虽然很心疼主主身体不舒服，但这音量好舒服，真的假的？不会被平台 ban， 会被观众 ban， 你们不要 ban 我。Hello 特鲁讲 ，Hello 快乐人生。可是没有，我就是肠胃炎了 only。可以吃青粥吗？我听说不能吃青粥，所以会更严重。今天好温柔。Hello 小易。Hello Z， Hello 红豆欧巴，好，那我会小心，不会，对我们今天没有，今天祖祖很可爱，莫名觉得很不习惯，希望你病赶快好，嗯，我今天已经好很多了，今天这个音量刚刚好，真的吗？塞哟，青粥可以吗？真的吗？是可以吃的吗？早日康复，谢谢一晨，吐可以什么？不能喝雪碧，这个喝雪碧会完蛋吧？我有舒跑，我也有准备舒跑，舒跑。今天要休息一下嘛，没关系，还好，我觉得还行。Hello 猫猫，吐赶快喝七喜，为什么要吐要喝七喜？难得看我这么安静是吗 ？Hello 阿敏。多喝一点好。Hello 红生，喝水补回水分，嗯，
但是也不能喝太多，到时候我掉头发。第一次把音量调大，哎，很棒吧？七喜可以止吐，真的假的？七喜可以止吐啊？喵喵，我肠胃炎。Hello， 玄阳都生病了，不忍吐槽了。没事的，我还扛着住脱乳浆，吃饱最好加水喝，对，不然会掉头发。最近天气冷又下雨，就要多保重。好，我就是觉得一定是因为太冷，然后我吃太多东西了。乱吃东西，就是真的乱吃东西。我不知道，我昨天是吃，应该是昨天吃完以后就会肠胃炎，对不对 ？Hello 北原神推 ，Hello 境界大叔，你扛得住，但我就是不想呛你。好，可以。Hello 嘎波吗？穿太辣，冷到了吗？哪有，我冬天是不能当辣妹的。喝速跑太多钠，钠含量过高就会掉头发。Hello， 嘎波，谢谢玲玲保护队爱猪猪。小时候吃饱当水喝的时候，完蛋，完蛋。可是如果你一直流汗的话，可以啊。昨天或是前天的食物吧。我夏天可以当辣妹，不会，不会什么？会啊，会掉头发。昨天就是一早吃摩斯嘛，然后中午吃 7-11 嘛，然后。点心是吃 Starbucks 的那个 ，Starbucks 的那个焗烤面。我可以吃香蕉吗？我只是萌妹，我只能萌妹是吗？不能性感单单是不是？谢谢喵喵的香蕉，小心小心身体，赶快好起来。对啊，不过以后我才不要了小姨，点心对，然后晚餐吃。吃那个啊、哦，晚餐吃控肉饭，控肉便当，一个控肉便当这样，然后宵夜吃两个蛋糕。不会，笨蛋是不会感冒，不会生病。好药，谁笨蛋啦、啊？是不是？香蕉不行，应该是吃太多了，身体抗拒，应该是太会吃了。冬天不能当辣妹，放下海报 ，Julie 老师那天很热血，那天真的是出太大太阳的。不要啦，男人秀衣，你这样会掉头发，不要，直接被呛回去。什么被呛回去？需要提升，我可以帮忙。你只能吃少盐少油的，需要补充水分。对啊，我现在什么都不能吃。Hello， 明晶，我可以吃芋头粥吗？Hello， 发生什么事？医生有建议吃哪些食物吗？他就说清淡一点，叫我吃清淡一点。嘿嘿，谢谢 Ricky 的真情告白。对啊，志宏，我生病了，我那个肠胃炎，吃坏肚子。其实我那时候知道我肠胃炎的时候，我觉得蛮好笑的。哦，芋头不要哦，哦，对，生病了。哦，芋头不要，好。好，你肠胃科的真假的 ？Hello， 笑笑吧，不是我说的、哦，猪猪变他，不要没事啦，史密斯就是这样，史密斯真的是嘴巴哦，大嘴巴，所以他还是笨蛋，我才不是。晚上好，笑笑，没事，没有，你知道我那时候被得知是肠胃炎的时候，其实我真的一度觉得。我怎么可以年纪这么大了还肠胃炎？是线上问诊了吗？没有，直接去医院看。Hello， 企鹅 ，Hello， 新鲜柠檬，就是我说的又怎样？对，白痴，是不是白痴？晚上好，谢谢宝，猪猪变大。Hello， 臭袜子，晚安，新鲜柠檬。肠胃炎跟年纪没关系吧？没错，肠胃炎跟年纪没关系。就是我那时候一开始想的，就是觉得肠胃炎应该是小朋友才会得的，就后来我回家跟祖妈讲这件事情，祖妈说没有肠胃炎是就是所有时间只要吃坏东西就会有，而且你哪里年纪大，就是哦小朋友是肠病毒是不是啊、哦？你有看到我的现实动态吗？哪一个啊臭袜子？只有笨蛋跟不是笨蛋的差别。我不是笨蛋啊，我是聪明蛋蛋，我是大聪明蛋蛋。Hello me，
小朋友的是肠病毒哦，肠胃炎大家都会，就是跟你比的话，年纪稍长，年纪稍长，还好我只有18岁，应该可以。哎，呸，树宝宝，你不要这样，聪明蛋蛋，你的动态很精彩，你要标记我才看得到啊。Hello Kent， 好吧。Hello Kent， 即使主族还是足6岁小朋友才会吃坏肚子。就是对我就是我觉得小朋友好像才会得肠胃炎，结果我就肠胃炎了。Hello 的圈，还好我20，我比祖祖年轻，可以。Hello 思涵 ，Hello 后，今天也太温驯了吧？是哦。Hello 的圈，我今天是走气质美女路线。自己讲完自己好像不是很确定，看祖祖这样真的很不习惯。为什么不习惯？看一下。放个音乐，拔不下来。把音乐开小一点，不然的话我听不到我自己的声音。有吗？可爱的德全吃坏，德全吃坏肚子哦。你还是你要看我的动态，你要标记我才看得到。哈，臭袜子，今天是走小动物路线吧？虽然不想，就是发生什么事了？气质，我是气质。好啊，臭袜子，你赶快追踪我 IG 搜寻我，然后标记我就看得到。@ 啊，用那个@我。祖祖你好，少凯。跟你一样啊，母胎单身哦，要什么意思？哈喽小仓鼠，谢谢 Only 帮我续费粉丝团，哈喽小仓鼠，然后今天祖祖身体很好，谢谢德全。哈喽切尔东，我有看放下，你有看放下好宝吗？有，当然有啊。臭袜子洗脸，谢谢玲玲保护队的告白气球。好想唱歌哦，就是都不能唱歌。可以了，好，你会标记我了吗 ？Hello Tommy 酱 ，Hello 田中 ，Hello 九宫格。唱歌你就算，对我怕我唱歌等下就吐在你们身上。谢谢沙优的御衣。你还会看放下好包？为什么我不会看放下好包？当然会看放下好包啊！虽然希望祖祖早点康复，早日康复，但是我有点希望每次直播都在。不行，希望我明天就可以恢复到可以唱歌给大家听。如果我明天没有吐的话，我应该就可以唱歌给你们听。谢谢三幺，谢三幺，谢谢你的长颈猪，我爱你三幺。自己录的还会看吗？会啊，才可以看到自己表现哪里好哪里不好，下次才可以改进。你穿白色的衣服很少穿吗？什么意思？先不要，只有生病才有这么安静的气质。你要草草族哈，谢谢切尔东的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一匹狼的年度选票。所以是没吃就吐吧？什么意思？没有我好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先求身体稳定健康，身体要长。好，我靠近一点点好了。还是我今天拿着麦克风，不要拿着麦克风好重。我靠近一点点，应该会比较大声。Hello 泡泡胖胖 ，Hello 光。即使你生病，我也是不会入你粉丝团。没问题，史密斯。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加入我的粉丝团的，史密斯。Hello 小菊，先不要唱，下礼拜再开心唱。哦，明天也不行吗？那你有发烧吗？吃东西吐而已，没有发烧，没有发烧，没有拉肚子。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还以为，我那时候开始还以为想说啊，是不是感冒了？就是是不是我肠胃型感冒了？然后我就赶快去看医生，然后我还跟医生问，然后医生就检查了一下，就说哦没有，就是肠胃的问题，这样，单纯吃太多，吃太杂，是吃了吐还是没吃吐？吃了吐啊。所以在吃东西之前要先吃胃乳、吃药，然后吃那个，然后再吃东西。养好再唱啊，又不缺这几天。
好吧，我快要可以加入猪粉丝。好，刘星，好，加油，我等你，我们跨年一起。Hello， 雍博华 ，Hello， 我就来 ，Hello， 狼，下星期再唱可以吗？好啦，记得吗？记得什么臭袜子？等你毕业，或者是入粉丝团的或者会有入粉丝团的一天。好，史密斯，你总有一天会入的，我相信你。你去汽车美容店洗澡的照片，然后你去汽车美容店洗澡，为什么？目前就只能先吃清淡的，还要多保暖。对啊，你感冒了没有？我肠胃炎。其实我觉得有点害羞，就是吃太多然后肠胃炎这件事情。该足足打一针。你今天晚上到11点，10点下播。Hello， 小仓鼠，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。为何要害羞？很正常，因为太爱吃了，然后就肠胃炎。吃稀饭吧，其他什么东西都不要碰。我现在是吃吐司，我快要饿死，很饿，但是我吃东西又怕会吐，所以我一次都只能吃一点点。不要吃太多，好，吃坏肚子，对，吃太好，对，对，我之前是吃豆干导致肠胃炎，结果之后就不敢吃。我知道我上一次是吃太多地瓜叶，吃到肠胃炎，应该又胖2公斤了吧？没有，我觉得我这下来这样应该，我今天应该就减了1公斤了。我觉得应该不是吃太多东西，应该是吃到冲撞的东西。可是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还是因为我有吃柿饼啊。对啊，吃地瓜叶，因为一次吃了3盘地瓜叶，然后我就肠胃炎，急性肠胃炎。现在只要吃太多东西，肚子就开始不舒服，真的假的？要问一下某前辈怎么吃才不会吃坏肚子。好，谢谢臭袜子。好，我等一下看。那一定是柿饼害的，真的假的？我前几天有吃柿饼，可是我忘记柿饼配其他吃了什么。就对，地瓜叶一次吃3盘也太多，然后吃完以后还吃了一，那时候还吃了一个芒果冰，然后我就吐了。很明显你都是食物过量中毒。我没有吃螃蟹啊，史密斯。柿饼有很多东西不能一起吃，例如什么？要稀饭，我直接帮你送。哎，谢谢奶宝。Hello， 笑笑，希望你明年不要吃太多，吃一半就好了。谢谢思远、思涵。某某前辈的能力是没有人可以效仿，真的，我们很厉害呢。之前有试过肠胃炎啊。什么意思？什么叫试过肠胃炎？为什么活该？看来芒果冰可能是凶手。没有，应该是因为我吃太多那个地瓜叶，本来就已经伤到胃，然后又吃了芒果冰，然后就哦，肠胃炎。记得去看哦。好，谢谢臭袜子，等等回来。好，吃一个东西有吃冰味会受不了。你干嘛吐 only？ 今天我要展现我难得的温柔。好，请表现，请开始你的表现。吃白饭比吃稀饭吐司好，吃白饭嘛，软一点的白饭，就是真的很不舒服，上吐下泻，真的哦。你不要像默默前辈一样哦，默默前辈怎么夸张哎你？为什么听歌？我跟你讲，史密斯，我今天早上超想喝奶茶的，可是因为我真的很怕我会再吐，我就忍住没有喝奶茶。然后，对，然后刚好是，就哎，啊，就是对，真的是，哎呦，树宝宝 ，Hello 阿贵仔，还好我都颇温柔的。婷哥 M 柱啊，婷哥不是温柔，婷哥是喜欢不一样的。很特别的，可以喝黑糖姜母茶，可以哦。我想吃点别的味道。我正在应援的另一个艺人也生病了，真假的？谁啊？林宝虎对。
Hello， 树宝宝，怎么了？原来吧，跟 M 有啥关系？就是你不是走温柔路线的，你是走 M 柱路线。小泥宝，告诉你，就算是肠胃炎，我还是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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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有亏你的那个本事。Hello， 甜甜圈，我是很厉害的。Hello， 艾瑞克，不要跟默默前辈一样吃很多。好，笑死你。Hello， 金坚 ，Hello， 艾瑞克，笑死何塞友。猪猪笑伯要多多休息哦。好，听说有人肠胃炎，来慰问一下，在这里。你亏啊，反正我就喜欢这样，所以我说你 M 住啊。谢谢艾瑞克安慰我。Hello， 之前唯一支持挺哥成为 M 柱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超可以。Hello， 问号惊叹号，原来不是已经是了、哦？你说已经是 M 柱吗？你说唯一支持吗？现在是。下礼拜一会很冷哦，星期一冬至还是要多穿。不要再冷了，真的不喜欢冬天，我要哭了。国刚还说要跟主女学习时尚穿着。那他不要学习我的吃东西方法，真的是这样，真的不行。好想唱歌。M 柱是现在进行时，对啊，你们已经很温暖我了，听歌。贝，宝贝。哎呀，你声音好大声哦！我还好。什么？我又听得到我自己的声音。哦，我又听得到你自己的声音。你好过分，好过分呐、啊！对不起。我忘记。然后你在吃什么？哎呀，我的心脏，我的胃啊啊！不吃了，不吃了。你我，哎呦！我肠胃炎很多次了。我今天早上吐。啊。差不多。还有拉肚子。没有拉肚子。那是吃坏肚子吗？我昨天可能吃太多，对我气急攻心的撒腰，那个果果在我面前吃东西啊！可恶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艾瑞克，不要跟我说，不要说，太过分了。他说他是气死鼻管面，可恶！可恶啊，可恶！讨厌，生气。谢田中的玫瑰。果果，你有耳机吗？哇！哎，宝贝，你这件外套好可爱，不是这件毛衣好可爱哦。我也喜欢，我觉得。忘了，我等。啊好，我等你。Hello， 立刻把他踢走就对了。不行，把谁踢走？把我踢走？蜜吗？还是把果果踢走？看到新的画面，果果又那样，对，暴打猪猪。在不舒服的面前说是这样对吗？这样比较好一点吗？好一点了。那是什么？吐司。为什么一直听到我自己的声音？你还是听得到树宝宝。我怕大家会觉得很吵。不会，我们今天是静音的直播。没有人听到我讲话声音。我这件毛衣好像是去年买的，所以我忘记在哪里买的。啊？去年买的衣服。啊，是啊。空空来祝早日康复，吃鼻管面，谢谢空空。等你好了，我带你去吃，叫我偷吃一口，我肚子好了。
系史密斯，我平常这样查的，偶尔让人家查一下是可以。电奶宝的拉拉，我非常。你耳机有插好吗？插很好啊。很好。应该是因为我用麦克风。没，我来。我想打你的面，让我用眼睛试一下。你怎么会想要看呢？因为我很想吃，我刚刚就很想去买一些有的没有。我想说，好啊，要吐就直接给他吐啊，反正都要吐出来，我就干脆直接吃。可是后来算了，我不要这样折腾我自己。啊，吃面包比较好一点嘛。多了，我现在没有吐了。哎、欸，大家说一直爆音，真的、哦？我关心你一下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关心我，我爱你，宝贝。那我先关掉，不然好吵。早日康复。你看，什么？好漂亮！哎，我前几天又咬我的指甲，然后呢，我就还在努力咬当中，有白白的了。不要再咬！对，我要去做，你让我就有动力了。好了，你好好，今天好好休息哦。竹竹的粉丝，拜拜。果果的宝贝，拜拜。柿饼不能跟地瓜、黑枣、海鲜、鸡蛋、紫菜、牛奶一起吃，那应该是牛奶的关系吧？妈的，不准你会吐，然后去吃。可是我就是很想啊。Hello， 团长。那个还好啦 ，Google 评价 4.6。你说那个面吗？太精彩了，不准这样。好啦，果果真的是哦，可以提高音量而已，不可以。很想吃，果果是好孩子，他真的很棒。果果拜 ，Hello 喂宝宝，不要这样啦，伤身体。好，艾瑞克拜拜，你赶快去陪果果，拜拜。今天不能大声讲话，我对不起各位，万一我现在想要尝试，不要好，我现在有点饿，可是我怕我等下吃了会吐，所以我决定9:30再来吃。你们9:30提醒我一下，我要来吃吐司。Hello， 纽约刑警队月方哥 ，Hello 月方哥。Hello， 中心。为何对不起？你道歉会想打你。你不是按住吗？你这样不对吧？不能大声，为什么要对不起啊？因为这样你们就没有办法听到一个扎扎实实的好运来了。对不起，还是要好好休息。好，没事啦，不用道歉。好，谢谢你们。Hello， 月方哥。Hello， 小仓鼠。没有，对不起，我们很幸福啊。你说耳朵的部分吗？耳膜吗 ？Hello， 小蛋糕。嗨，小蛋糕，谢谢你来。而且后面跟着是冷气团，我好怕冬天哦，我真的好怕冬天，吓死！哎，有人去那个了吗？椰蛋城了吗？生病谁都不愿意，干嘛道歉？因为本来跟你们约好今天要好好唱歌给你们听。Hello， 树宝宝，今天还是不要唱了。好，哎，我会好好忍耐的，不用为了不舒服而道歉。嗯，谢谢奶宝，没关系，太扎实我怕会动手。好可怕，抖。被发现，耳朵太幸福了。我跟你讲 ，Ricky， 我开始可以唱以后，你们会更幸福。如果觉得抱歉，以后就学着点，不要乱吃。我没有乱吃啊，你还是不要唱，我要唱是不是？
柿饼是好东西，但不能随便乱吃。对啊，真的，女生不守约定不是常事。嗯，是这样吗？树宝宝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有这样不好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没有没有。Hello 杨雄 ，Hello 团长，吃一堆啊！以后就吃的太过头了呢。以后就，你说以后会吃太过头吗？还是什么 ？Hello 普拉斯 ，Hello 亲，又没洗头吗？对，我没洗头，杨雄。谢谢团长的看好我哟，谢谢团长。女生不守约定是常事，才没有嘞，女生会守约定好不好？我很重视约定。约定很重要。嗯，好的。这什么歌啊？遗失的美好吗？你入醉了吗？听歌入醉，早就入醉了。眼线画这么长，好不习惯。其实是因为我今天手抖，然后就不小心画歪了，然后又懒得去补了，我就一路往后拉。谢谢小蛋糕的能量话筒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是最棒的，宝宝们也最棒。对，我手滑，然后又不想改，我就继续往后拉。Hello 阿凯 ，Hello 天尔东，谢谢大福哥的医用口罩，感谢你。对呀，谢谢小蛋糕，谢谢大福哥。如果祖祖不生病，我听祖祖唱歌，智师聪也愿意，真的吗？我知道你是最胖的。我是最棒的，你这个声音我有点不习惯，太小声嘛。Hello 秀仪，你等我，我跟你讲阿卡，我如果明天没有吐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明天就可以好好唱给你听。谢大福哥 ，Hello 志宏，对，入醉一周了是不是？Hello 气耳朵。呵呵，感冒了嘿，肠胃炎，吐，肠胃炎哦，对啊，我肠胃炎，我们来约好要好运来，好，如果我明天没有吐了，正常了，我明天就唱好运来给你们听。吃太多，吃坏肚子，对啊。妈咪，最主要是我家竹妈又烫伤。谢谢史密斯的年度选票，明天不要唱了。听歌说晚安，妈咪。晚安。妈咪，你可以帮我煮一下热水吗？热水。我想要泡苏帕。好。烫伤，对啊，竹妈真的是很不小心，然后前几天。昨天哦，烫伤，其实还好，就是有点严重。我可以吃一口吗？妈咪，我可以吃一口，一小口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你要先吃吧，我直接吃吗？你留一小口。你喜欢吃这个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就刚刚那个方方的。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双方的就是。我可以吗？我等一下吃不完，吃不完放回家里面。如果我吐怎么办？吐了把它吐掉。真的哈？啊？他们制止我吃哎，怎么办？妈妈，我要汤匙，我爱你。猪妈说。吐就把它吐掉，对，太贪吃了 ，Ricky。竹妈有擦药啊，我帮她擦药。啧啧啊，吐就吐啊，还能怎么？好开心啊！可是妈咪，我也想吃那个哎。没有，下次再吃。你让我挖一口。不行，下次再吃。那个是气死的，怕你会拉，真的会吐。你刚刚是说怕我落塞吗？要冷静，好了，没有啦，这是海绵蛋糕，应该可以吧？啊，对不起，妈咪，我对不起。
Hello， 叔，还来不行，竹妈很棒，你不能吃。海绵蛋糕应该可以吧？它没有奶啊，淡淡的，跟吐司差不多。你就吃啊，等一下试一试，叔你就吐。跟大家讲说，开始我去吐一下。是对哦，我的鼻孔给大家看到了啦。蛋糕有油啊。没关系啊，就吐啊，让它吐一下，吐了就好。一小口可以。猪妈好威猛，好威武、哦，不能放任猪猪。没有奶，没有奶也会有蛋哦，所以蛋不行，是不是？没关系啊，不能奶。万神吃完，你等等就吐了。猪妈好威，来就好了，吃完就好了，吃完蛋糕就好了。猪妈都是放羊，猪妈都是做了不对就算了，对对，对对妈。来高兴就好。高兴就好，是不是？吐完，感冒不是那个肠胃炎就好，肠胃炎就好了，是不是？猪妈帮我好了，先不要让猪猪吃，一小块就不要了。好，我吃一小块，跟我妈很像，真的哈、哦。宝宝已经好了啦，真的吗？严重，吃小块会痛，就跟大家讲说对不起，我去吐一下。好。我吃一点点，一小口。我觉得不对劲就不要吃。你就眯一口看看啊，眯一口看，如果觉得好像还好，就再吃一口。再吃，好像还好，就再吃。好，好像还好，就把它吃完。好。刚刚不是已经吃药了吗？是啦。然后就吃吧。好。不吃不吃不吃，吐不吐，吃了再说。吃了才知道吐不吐。你吐的时候，岳母过来帮忙，可以换竹妈播吗？竹妈提早下晚班照顾竹竹吗？不是，是竹妈她自己烫伤，所以她今天请假。如果去吐了，就让竹妈来代班，我会有沙发帮我代班，竹妈会用声音帮我代班。还好对不对？我很紧张。就吃吧，吃完就跟大家讲，我去吐一下。有点大口吗？先吃一口，休息一会。笑死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Hello， 草莓酱。反正竹妈跟我也是颇像。Hello， 飞镖。Hello， 草莓酱。为什么要吐？飞镖，猪妈代班我可以，搞不好等一下就直接吐了，呕吐直播台。你每次吃东西，我截到图都蹦巴蹦巴的是什么？蹦巴的是什么？要吐也不会立刻吐，你不用怕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崩的。水壶要拿去吗？不用。水一半。帮我。谢思源的浴衣，什么东西让我无法下肚？不是我飞镖，我肠胃炎，吃坏肚子，肠胃炎。然后，说好的一口，再一口。真的吗，妈咪？我刚刚已经吃了没病。那就，你已经吃药吃两次了，对不对？两剂了，三次了，应该可以了，不行再说吧。什么东西都让你无法入肚，一口。有这个是那个热水对那个舒跑。还好没有不舒服，喝水不会吐的话其实还好。对，还好。我昨天晚上是喝水都会想吐。你要知道，你也有吃了东西才有东西可以吐啊，也是啦。如果在你旁边，一定会马上把蛋糕吃掉，一口一口再一口。
Hello， 禁止唱歌啊！为什么禁止唱歌？谁？幻影战士吗？还是西恩 ？Hello， 晴晴。Hello， Fun Play。Hello， 杰。嗨。这样吃下去有没有味道？好像还好，可是我怕。有没有想吐？好像还好。那你就慢慢吃吧，吃掉了。真的吗？就慢慢吃。这样都认到。已经让胃休息很久了，可以了。对啊，猪猪进化了，在你旁边不是就直接关播哦？不行，你们要跟我聊天呢。可是我不敢用力讲话，我怕我等一下用力讲话我就吐。那你就轻轻讲。谢谢晴晴的真情告白，猪猪进化，猪猪越来越厉害了。这首歌超好听的，谢谢晴晴的真情告白。因为平常都用丹田讲话。不要小看人体的机能，大胆吃就对了。好，我一口一口慢慢吃。好，就慢慢吃。哎，要偷偷一口了吗？对 ，Hello 小星星，下次换头天。然后这我就真的不认识。不要吃生冷油腻的，生冷哦，冷油一点的怎么办？喝温水可以加一点点食盐，我是用那个苏跑。祖祖，幻影战士祖祖，肠胃炎，今天肠胃炎了，阿哲，慢慢吃，好啦，我等一下再一口，感觉一下胃。就是水果可乐之类的都不要，是不是？肠胃炎很辛苦，已经拦不住了，嗯，一点点。是都不要，可是这个蛋糕上面有水果的怎么办？吃暖的东西。竹妈，竹妈，你确定？我现在就是这样。你确定？你确定你是女生后妈妈？你这样放养的有点太夸张。如果真的要吐，刚刚就吐了。真的、哦？因为已经休息一天，你的胃都很吃东西。哦，应该真的很饿。刚吃的表情吃的，我真的很饿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很饿。牛奶吗？先不要碰了。好。牛奶不行，是不是？是啊，但是你又不是，你现在没有那么严重啊。昨天晚上比较严重。嗯，我昨天晚上不舒服。今天祖祖很有气质哈，小星星，谢谢小星星的 love love。应该只是吃坏肚子而已，对，我是吃坏肚子。祖妈是女生，但是也是放养的妈妈，对，放养的妈妈，孩子不都是放着放着就大了吗？对，我好像对，书包也可以，但是要加有我有我加热水稀释。Hello， 臭袜子。放着大不是指儿子吗？可能我被当儿子养吧。Hello， 小星星，有看到吗？我还没下播呢，臭袜子，我得下播了才有办法看。不是放长颈鹿吗？是，长颈鹿，放养长颈鹿。儿子基本上就是放养着就大了，真的哦。同时适用祖祖，生病了吗？真的不习惯虚弱的祖祖，小金宝还好没事，好多了。那祖爸祖妈要把我当女儿养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对，我被当成儿子，那我就放心。什么？买宝矿力冲剂盒，我买舒跑冲剂，差不多吧。欢迎战士是吗 ？Hello 小皮，原来是儿子，那这样我可以。Hello 小白兔，然后儿子出去念书就跟丢了一样，太饿身体会反噬，吃一点反而比较好，真的、哦。没事，阿哲，我可以，我今天还行。
放着放着就变成手长脚长的猪猪了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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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么可爱，一定是男孩子。猪妈好过分，我其实最喜欢吃起司蛋糕，可是起司蛋糕猪妈不让我吃。你寄生兽，听歌 M 住吧，笑死了。Hello 栗子，我再吃一口好了，我觉得好饿哦。其实有吐出来那个应该会比较好一点。不是应该是女生吗？生病还吃起司蛋糕，所以猪妈不让我吃啊。我慢慢吃啊。你可以吃一口一个起司蛋糕看看，搞不好可以弄一个上吐下泻。好可怕！现在真的不能吃起司蛋糕。我是肠胃炎肥膘，我吃坏了我自己的肚子。哈？有啊，我跟他们讲说，我一早吃了摩斯，然后吃完摩斯以后，中午吃了 Seven Eleven 的便当，然后 Hello 哭吗？然后吃了 Seven Eleven 的便当以后，傍晚的时候吃了 Starbucks 的焗烤面，然后又吃了一个控肉便当，然后又吃了两个蛋糕，然后我就急性肠胃炎了。薯条吃太多了吗？我想想看，我最近有没有吃薯条？没有，我是上个礼拜试着吃薯条。应该是 Seven Eleven 的便当不够热哦，没有熟就对了。我也觉得是 Seven Eleven。真的、哦，真的很强哎。起司如若蛋糕脂含乳脂含量太高，又是发酵类，吃完会很嗨哦。对啊，吃太多了，甩你吧，志宏，真的。穿的什么？老沙穿的什么？真的很强哎。猪妈把我养大辛苦了，妈咪你有听到吗？辛苦你了。 Hello Raver， 不是不够熟， 7 Eleven 便当肯定是熟的哦，是不够热，嗨到炸。我觉得不新鲜哦。你觉得不新鲜。 Hello 冒号，不是普通会吃的，我们一堆肠胃炎的病患都是吃太多哦。不够热会有李斯特菌呢、哦。准备吃姜母鸭，猪猪要吃吗？好过分哦，好过分，一晨，他太过分了。早日康复，早点好起来，才可以唱好运来。好。真的好想吃，而且刚刚妈咪刚果果跟我联播哦，真的，然后他在吃起司焗烤面，他有没有很坏？都把没有没有用仇视的眼光。谢谢老沙，有我生气气，他快他整个大笑，果果真棒，果果真的是好友，打屁股。好想吃哦，李斯特菌就是害我肠胃炎的嘛。等我买薯条给我吃，给我看，吃给我看，吃给我看。果果 GJ 是什么意思？谢谢甩。好 ，Hello 马蹄，谢谢甩泥宝的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店长的掌声鼓励鼓励。想起来了，回家还有九娘汤圆要吃啊！我现在也不能吃九娘哦，姑家当然不可能给我吃啊，一定要传给我看吧。想吃，心疼祖祖，没事，志宏，我好多了。今天没什么照的，只能让你看我昨天煮的汤。好，没关系，请给我看。你们要帮我吃，你们要帮我吃 double 的量。你们吃什么就 double 吃。谢谢志宏的 love love， 恭喜中奖。
刚才连播那位边吃边播边吃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哈、哦，果果超可爱的。现在比较心疼竹妈烫伤。哦，对，竹妈她真的，妈咪，你的伤口还好吗？现在不痛。真的、哦。然后再擦一个。对，我是有气无力的 Julie 老师，谢谢切尔东的掌声鼓励鼓励。Hello 瑞恩，飙过啦！前面煮咖啡，我在后面煮汤。有，我看到了。对啊，猪妈烫伤，猪妈昨天烫伤。然后你吃不到的表情比他更可爱啊！我应该说谢谢吗？史密斯，虽然有点觉得生气，但是好像应该要说谢谢。太两难了，这个心情，真的。Hello 叮当鼠，太过分了，再偷吃一口。Hello 叮当鼠 ，Hello 毛粮 ，Hello 爱瑶瑶。好啦，我等一下不吃水果，把水果剥掉。你这口好像有奶油，没有啊？没有。是 ，Hello 叮当鼠，你不用偷吃啦，反正我们也阻拦不了，阻都拦不了。今天是病恹恹的圆子猪，圆猪猪才没有病恹恹呢，谁病恹恹？我只是讲话比较小声。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还好。猪猪辛苦了，没事，叮当鼠，这就是要承担自己的责任。汤匙上白色的东西是什么？海绵蛋糕。现在不就病恹恹吗？还好啦，还好。真的难得看到这么轻声细语的猪猪，真的好老沙。猪妈也要小心照顾自己，猪猪小孩子还要养很久，真的。猪妈真的是哦 ，Hello 鳄鱼 ，Hello 洛瑞小熊 ，Hello 塔瓦哥，明天猪猪又是一尾活龙，如果明天没有吐的话，我就是一尾活龙。Hello Poggy， 今天声音难得开大一点了，真的哈、哦，我今天要靠近那个麦克风一点讲话，你们才听得到，靠近一点点。难得我不用戴耳塞，你说大声到不用戴，小声到不用戴耳塞，平常都要戴耳塞是不是？好饿，是啊。哎，我看还有茶叶蛋，对不对？会吃啊？他们说蛋不行哎。蛋不行。嗯。今天记得准时关哦。好。对啊，叮当说肠胃炎。两位要小心一点，好，谢谢奶宝。什么？那包啊，你那带上来。这包。对啊。这个吗？不是啊，我的蛋不在你袋子。我松了一口气，还想说怎么这么安静，还好只是生病。什么意思，猫脸？不然怎么就在我这个癌？蛋可以煮熟就好。哦，真的吗？妈咪，蛋好像可以耶。你留一颗给我好了。猪妈不要受伤，不然到时候把我怎么办？对啊，你现在休息我也可以接受，不行，早点关也没关系。嗯，那就9:30吧。可惜不能唱歌了。对啊，我唱。哈？我饿了啊，可是我怕我播到一半会吐，所以我就忍一个小时，先不要吃，晚一点，现在第二个小时再吃。休息一下。对。你进来都是还是降低音量了，还好不能唱歌。哎 ，Hello 玉萍，画风改变也不错。难得那么乖，对，今天没有办法唱，还不习惯吗？小星星，
然后厨师怎么可爱？因为厨师是一个很可怜的行为，因为只能吃厨师。Hello， 思源。小孩子现在不能吃，对啊，很可怜的，吃厨师很可怜的，我要哭了。因为咬吐司表示你只能吃吐司，这句话从你口中说出来好可怜，真的很可爱，还是超爱吐司的，真的假的？飞镖，但真的有可怜吧？你看吧，减肥后鳄鱼，你愿意变吐司吗？你昨天吃吐司哦，真假的？塔瓦哥，谁叫你要肠胃炎？我又不是故意吃坏肚子。我真的，真的很可怜。吐司我不吃吐司边，真的假的？一层，就只有可爱可以形容啊，真的假的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差点去买奶油酱，你知道吗？飞镖，然后我就被猪妈说，当然不行啊，吃吐司有才。什么是吃吐司有才？谁叫你一天吃这么多？我不是故意的啊，对啊，我不小心吃到肠胃炎，你当然不行啊，没有冷到，不要什么的。什么是吃吐司有才？什么意思？不要冲动哦，我没有买，猪妈制止我了。肠胃炎吃奶油，你是不是欠揍？不会啊，欠吐吧？不会欠揍啊，欠吐哎、欸。吃吐司有才，你们为什么都不吃吐司边？吐司边很好吃啊。我吃太多了，猫咪，然后吃，就是不小心肠胃炎。Hello， 七七，更欠揍。虽然现在这样跟你说，我只能吃土。你买了，我就用小拳拳揍我。我们不也没办法买？对啊，肠胃炎，就是变好吃。你也爱吃东西啊，我也是。有吐司有才，因为你在吃，所以才改变。哦，没有听过哎，你宝宝。吐司边，尤其是那个吐司边撒烤过，然后撒汤粉，好吃。谢谢米宝宝的 love love， 好可怜，只能吃吐司，我肠胃炎，米宝宝。哦，真的哦，沾咖喱酱好吃哦。只有我不吃吐司边吗？嗯，只有你不吃吐司边，还有什么事？为什么肠胃炎不能吃吐司边？我是否说错了什么？啊，什么意思？你说错了什么？听歌。有的，吐司边不好消化，真的。啊，真的，我都吃掉了。嗯，歧视吐司？我没有歧视吐司。哦，吐司边可以沾咖喱酱，哦，嗯，好好吃的感觉，嚼烂一点就好。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是我吗？欠揍。不吃吐司边，吃油饭吧。油饭好吃，可是不能，我现在不能吃。好好吃哦。应该不是只有吐了吧？应该是直接昏倒，痛到昏倒。嗯，真的，叮当鼠吐司边炸薯条好好吃，除非它是用吞的。现在是不能吃，一直在想，真的，我刚进去那便利商店，还看到他们在烤蛋挞，我多想吃。
肉饭应该会不行，我应该会应该完全的很不行。酥条算花莲的特产，真的、哦。Hello， 铅笔 ，Hello， 志伟，去吃鸡排。啊，好想吃哦，米宝宝，我也想吃鸡排。快养好身体就可以吃了。好 ，Hello 干寒 ，Hello 好意，我刚吃完鸡排，好好哦你们。Hello C C C， 对我忍个几天就可以吃了，下礼拜一定要大吃特吃。香港也有鸡排吗？应该有吧，现在应该都有吧，现在应该都可以，就看你有没有觉悟，承受呕吐的痛苦了。我想吃，我要好好吃一口，吃一顿。不过我倒是可以煮咱家老妈自己包的馄饨跟水饺。我告诉你，我刚有多想吃水饺，我刚好想吃牛肉水饺。不要闹了，真的很想。香港有哒哒哒哒鸡排吗？台湾引进的，别闹了。香港当然也有鸡排啊。哦，对啊，吼，哎，对耶，史密斯跟树宝宝都是香港的耶，住香港。嗯，汤这个吃下去就挂掉了，牛肉不好消化，真的很想吃。我有忍住，我没有吃，但是就是很想吃，但是我没有吃，我很棒。经过什么？已经想想，经过生病之后又再瘦了一圈，就可以再吃了，是不是？煮煮都吃几分熟的牛排？七分比较好吃。谢谢小星星，谢谢小星星续了一个月的长颈猪，谢谢你。星星星有我肠胃炎。Hello Pat， 你大吃就搞成这样，下礼拜还想大吃？我每一天都大吃，我真的觉得昨天应该就是 Seven Eleven 了。下午才吃完水饺，你怎么想我吃我刚吃过的东西？我跟你讲，我刚刚想吃很多东西。我刚还想要吃草莓面包。Hello， 阿米，怎么了，廷哥？然后还想吃蛋挞，还想要吃卤肉饭。肠胃要吃了，我吃了，嘻嘻嘻。啊，部队锅也不错。那你想吃我吗？我吃了，我会胃变好吗，廷哥？对啊，我超想吃草莓面包，经过那个便利商店还有那个草莓面包超想吃。怎么办，我现在还忽然间啊，我觉得加上我昨天吃了那个 Seven Eleven 之后晚餐的那个控肉饭，又在吃辣，它一道菜辣辣的，然后吃完以后胃就有点不舒服，应该是两个加在一起。先不要什么，不知道，可能会更惨吧。新闻说草莓酱有酒精的成分，哦，那还是先不要好，买给我帮你吃。哦，你看我好坏哦，是苹果面包那种 OK 啊，我想吃里面有酱的蓝莓酱的。煮煮不用控制身材嘛，常常乱吃一通。有药，可是还是吃。真的是太杂了，吃太杂了，又混搭的吃，跟祖祖一样辣嘛，差不多小辣。Hello 原奶宝，没什么控制吧？有啊，我还是有控制。嘿嘿，谢谢一晨的雨衣，祖祖才小辣而已。对啊，我是小辣，谢谢一晨。怎么办，我好想唱歌哦。不行，我要忍住，我一定要忍住，不能不要像菠萝面。为什么菠萝面包不行？那竹妈是大辣呛辣吧。我人真好，
为祖祖解馋，我可能会更馋。好，我会忍住。Hello， 风仔，如果你是一种辣度，一定是不辣。我小辣，鬼椒的小辣吗？嗯，那个不小呢。美玲前辈的衣服就觉得祖祖不辣了，那是因为还没夏天。我有收手，好不好？我有收手，我可以很辣的，因为我太甜了。真的吗？没有辣是不是？我觉得不要短句比较好。什么是不要短句？祖祖是甜，不要断句，不要断句。奶油很油，而且奶类的东西不好消化。你有收手，不要太辣吗？嗯，对，合照会的时候就很辣了啊，你看吧，甜辣风。Hello， 田中，冬天就不要辣了啦，真的，冬天我没有办法做辣妹。想辣的话也可以看异想天开，对，甜不辣，但是有小肚肚，嗯，最近胖了，对，吃太多了。Hello， 深爱 Only One， 甜不辣是吃队长大是不是？祖祖当了偶像，已经把辣的部分收起来。没有，我还是有，我还是甜辣。队长大是很甜啊，冬天可甜，夏天可辣，真棒。冬天没有，冬天就是冬眠，不甜不辣就冬眠。看起来越能快速睡着的那种衣服，越会穿在我身上。冬天胖没关系，穿多一点遮起来。嗯，祖祖剩7分21，好严格哦。祖祖有肉有点不是不错的啦。祖祖有肉有点也是不错，你说有点肉也是不错的吗？下次合照会的时候可以扮女子，然后你们又要穿条纹吗？我说不要，我不要看你们穿条纹。冬天胖很正常。冬天比较容易瘦嘞，想让你早点休息嘛。谢谢婷哥，谢谢你，可以增重到60公斤啊，这真的不行。冬天不胖是奇迹吧？就是真的是很克制的人，可能才有办法做的，我觉得。Hello， 米宝宝，我靠近一点讲话。冬天不胖的只有婷哥，你真的太瘦，你要再多吃一点。Hello Rock。祖祖胖也是很正常的吧？没有没有，一点都不正常，还会瘦。你说你冬天，对啊，我就说冬天很容易瘦。Hello 小啾，但你真的吃太少了。大家冬天都比宰哦，我也是比宰你，不太甜。谢谢史密斯的飘飘。Hello 等等，哎，我吃很多了哎，那你还吃的不够多。Hello 等等，你为什么这么瘦？你这样不行，你一定吃不够营养。你要多吃一点，你要吃一点补的东西，这样不行，你吃太少。好香哦，吐司的味道好香。算了，不要吃太多，不然等下肠胃又受不了。播到9:30。啊啊！啊啊！有痛吗？不是，我的手在我的蛋糕上了。哦，谢谢 Ricky， 谢谢 Ricky 的告白气球，谢谢你，嘟嘟嘟啊！怎么那么快就嘟嘟嘟？谢谢奶宝的玫瑰，要我吃这么多是在养生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样才够营养。恭喜 Ricky 长大。对，9:30。Hello 空白 ，Hello 树宝宝 ，Hello 451，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 ，Hello 451，谢谢嘎宾。对，对，现在27分了，我30分念吧。我的手在我的蛋糕上了，看来真的要休息。不是因为我在调我的这个架子，然后我手一伸出去想啊。糟糕，发现我的手在蛋糕上，要开始嘟嘟嘟啊，强制嘟嘟嘟。谢谢叮当鼠的 kiss 啾啾，谢谢嘎逼的花枝金锤。Hello 如哥，
Hello 旅馆，谢谢史密斯的飘飘。Hello 旅馆，想偷渡吗？偷渡什么？先手残言，现在手残蛋糕，姜汁嘟嘟嘟，大手手，大手手。谢谢叮当鼠的我，哎，签到了。不要，我要三十分再念吧。微微，微微，谢谢你上次来陪我。微微变漂亮了，我都认不出你了。你怎么了？我肠胃炎，看到阿里了。哦，你看到阿里了，飞镖。虽然舍不得，但希望祖祖好好休息。谢谢小星星，谢谢你。对。你在看影片了，哦，看到阿里了。好啦，让你任性一下。好 ，Hello 梁山伯 ，Hello 树宝宝，保重，我没事儿，好多了，如哥哥，只是没有办法用力讲话。谢史密斯的飘飘，谢谢你，哦，谢谢你好多飘飘，谢谢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， 哦，谢谢史密斯 ，Thank you， 谢谢你，谢谢你。谢谢，开心开心，想被阿里揍一下，多睡点。有，我今天睡很多了，我真的，而且你知道我下午饿到我真的没有办法睡觉，真的没有办法睡觉，太饿了。你也想阿里，我也想阿里了。阿里要先照顾好他自己。明天好起来，下播不能偷吃起司蛋，我也不能吃，猪妈不会让我吃。谢谢史密斯。水多喝、哦、好，我有多喝水，好，我早点休息，谢谢嘎冰，我也超想阿里的，阿里真的很饿，我下午都没有好好睡觉，一直我睡觉还梦到我在吃其他的东西，你就知道我有多饿，我这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我那天我起不是那天，我刚刚下午起来的时候跟竹妈讲这件事情，竹妈还笑我，想阿里，对啊，阿里工作很忙。饿了想吃阿里，好可怕！阿里真的很饿。嘟嘟嘟，谢如哥哥的年度飘飘。笑，催我下播是啊！嘟嘟嘟嘟嘟，好好好，我念吧念吧，念吧念吧。第十五名如哥哥，谢谢如哥哥。嘟嘟嘟，第十四名一晨，谢谢一晨。嘟嘟嘟。第十三名元奈宝，元奈宝嘟嘟嘟。第十二名沙优，沙优嘟嘟嘟。第十一名志伟哥，志伟哥嘟嘟嘟。第十名叮当鼠，谢谢叮当鼠嘟嘟嘟。第九名田中嘟嘟嘟。第八名嘎逼嘟嘟嘟。第七名史密斯，谢谢史密斯嘟嘟嘟。第六名玉安，谢谢玉安。第五名欧里，谢谢欧里嘟嘟嘟。第四名晴晴，谢谢晴晴嘟嘟嘟。第三名。凛凛保护队，谢谢凛凛保护队。第二名 Ricky， 谢谢 Ricky。第一名小蛋糕，哎，小蛋糕，小蛋糕嘟嘟嘟，谢谢小蛋糕，耶耶耶，棒棒，谢谢大家，我去你家照顾你好了。哦，星星星，你怎么那么好啊？谢谢星。好，我会好好休息。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健康哦。听说最近就是很冷啊，然后大家很容易因为这样身体不舒服，大家要记得早点休息。谢谢四五一，强迫嘟我，对，嘟我，不让我聊天。嘟嘟嘟，谢谢 CCC Ricky 晚安，拜拜。我才没有想念阿里，是宝宝乖不哭哈。谢谢奶宝爱猪猪。没事，没办法，今天特别重。好，我会记得吃药，要吃清淡一点。好，今天不想跟我聊天，嗯，强制休息，拜拜，史密斯，拜拜。好，谢谢 Rock。哦哟，史密斯 ，Hello， 三点水一个金怎么念？晴哥拜拜，好，我去休息。志宏晚安，树宝宝拜拜，拜拜拜拜，阿哲拜拜，好，我不会乱吃东西的，可以没问题。塔瓦哥帮我吃哦，吃两份哦。珠宝们下线了，
好，大家拜拜，如果哥拜拜，丁哥拜拜，秀姨拜拜，奶宝拜拜，阿B拜拜，小白兔拜拜，各位同学们，沙友拜拜，塔瓦哥拜拜，米宝宝拜拜 ，Rock 拜拜 ，CCC 拜拜。好，志宏，竹妈，我会好好跟竹妈讲的。小猪晚安，丁刚叔晚安，沈威拜拜 ，Ricky 拜拜。好，原来宝会讲，好，听歌没有问题。史密斯拜拜，拜拜拜，毛良拜拜，大家拜拜。出口左手边请，好的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我不掰了，吃太多我生气气。好，啊，西恩拜拜，志宏拜拜，塔瓦哥拜拜，竹妈辛苦了，虽然是放养猪。飞镖拜拜，丁哥拜拜，哎，田中拜拜，笑死 ，Only 拜拜，思妍拜拜 ，Kent 拜拜，大家拜拜，快点圆润的离开。好的，我圆润的离开。好的，谢谢田中的玫瑰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。